谁说服务区没有美食？我要吃爆整个泰安服务区。第一关就让我们小慧好看，他会变成大胃王是一场误会啊！我们就先让他一分钟了。不用，两个一起吃可以。先干带蒸出，它外皮很柔软，而且它又留着那个酥炸的那个香气在里面。我没有输入太多。小慧现在是第四个了，快一点，他快按零了啦，有一点。小慧按了，不行啦。每周日晚上请锁定26频道未来综合台，大胃王来了。